错金银团花柳顶，战国晚期，高 16.5 厘米，附近 13.2 厘米。1981年，河南洛阳小屯出土，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。整体器形为扁球形体，盖的中央有铺首衔环，而一侧带有柳。难能可贵的是集体族盖覆式盖圆耳，分别用错金银工艺，是有四瓣花纹与晕纹，加上其整体器形庄重古朴，虽历经2000余年，其错金银工艺依旧保存完好，颜色突出，仍不失其往日的端庄华丽，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技艺的精湛。西周灭亡，周王室将都城从镐京（今陕西西安）附近迁至洛阳东周王城，这件铜鼎见证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。